我听讲，你要替妈办出院是无？是啊，医生讲哦，恢复需要时间啦。啊，较早出院，等去厝内调养，安尼阮妈哦，嘛会较舒适。是啦，这我拢了解啦。啊，不过妈若是出院，等去厝，我都无法度亲像即马安尼。 逐天来病院看妈的状况，还阁有照顾伊啊！我的请看护照顾阮妈，这你都免烦恼啊！啊，那就遐尔麻烦啦！你就直接给我返去厝照顾妈，唔就好啊！你莫去刺激着阮妈，我就阿弥陀佛啦！你那就安尼讲啦，我安尼做拢是为着妈设想啊！你想看卖咧？ 妈，即马的状况，你是无法度顶动，嘛无法度讲话呢。你若伫咧外口凊彩找一个看护，你敢了解妈？啊，敢讲恁有人有法度24小时做伊的翻译哦？宋明峰，我趁即马哦，先煞甲你讲互清楚。你即个救妈，我是足感激。这并无代表哦，咱两个的关系哦会当。我无想遐尔济啦，我只是关心妈。 我知影，我进前做真侪见笑台，互恁对我愈少切心的，所以我想要弥补啊！我拜托你，你给我有机会，会当看到妈好起来，好不好？你给我一次机会，给我好好照顾妈，我一定会尽心尽力，袂让妈有任何的小差错。 好，我和你回来厝内照顾阮妈。真是的啊，我就知影你会对妈做出上好的安排。啊，不过你唔免哦，欢喜过头啦。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讲，我拢答应你。我爱你，甲我去护政事务所家己分办办的。除了离婚。 咱两个无第二条路通行。国庆，你都给我先转去照顾我妈，你来观察我嘛，你都把我当作是留校查看啊，啊你大刚给我定条条，嘛袂要紧啊。国庆，我拜托你，咱即马就跟我离婚好不好？我拜托你。 这点哦，我绝对袂让步。就算即届你无答应要离婚，咱的婚姻早晚拢爱离。系啊系啊，即声是要安怎才好？国庆的态度，大家遐尔硬，我若是即马无点头答应，恐惊以后连临界大门我都无法度入去啊！安尼到时，我若是雄雄好起来。 子孙的心事拢压出来，迄才真正是去了了啊！好，我答应你，我答应跟你离婚。 你是安怎？你是安怎？甲宋美华，还阁有这臭罗阿舅嘞？咱两个办离婚，需要两个见证人啊，啊，请因来拄拄啊好啦。你会当找律师啊？林国庆，你会做这个决定，表示你下真大的决心。啊，既然安尼，就莫浪费大家的时间，看要安怎做，甲代志紧办办的啦。好啦。 我甲宋明峰哦，咧这顶头已经签名啦，啊，即马就查恁签啦，吼，啊麻烦恁啦。
留下。最后还是请妈妈，我就讲你真熬硬啊！明明就是足想要放炮啊庆祝，煞伫遐假神假大，当作家己真有法度。宋美华，莫伫遐嚣掰啊！我甲你讲，嚣掰无落去有久。你是好阿妹啦，啊一入门哦，大家也无讲话啦，你著亲像一只哦小百鸡啊，啊看人就打打。你叫是安尼，结果会无同款。请问离婚协议书敢拢签好啊？签好啊啦，啊你看敢有漏搞啥物？该签的部分拢签好，我马上来处理。国庆，你明明知影我甲宋美华有拍袂开的心结，因为当年伊就是因为我才甲你离婚的。你今日煞叫伊来做咱离婚的证人，你这明明都是让伊来糟蹋我的嘛？咱的婚姻是为欢陪美华开始的，即马结束啊。当年我爱请伊来做见证啊，我感觉这是天公地道。什么天公地道？你这根本是叫人来看我的笑亏嘛？宋美华，你莫掠准我甲国庆离婚啊！你就会当把手伸入去林家。宋林芳啊，我林家甲你吼，即马开始已经缠无到水无啦。你是有啥物资格徛踮咧遮讲这种话？志秋，我即马也是子生甲子彤的妈妈，也讲妈即马的状况，也讲需要我照顾。我今日我是切袂断啦。虽然我予你以看护的名义来照顾阮妈，阁予你带入去阮林家，这并无代表你会当踮在阮林家野武勇威。啊，这点你爱如何清楚？我告诉你想，我告诉你讲，对你，其实我已经无抱什么希望啊。今日看到你甲林国庆要离婚，我确实是有淡薄仔感慨。因为冯丽妍的心情我真清楚，莫伫遐加胡说啦。你有讲过，你是一个无根的人，林家就是你的根。即马林国庆要甲你离婚，等于就是甲你的根斩断。你当然会激动、会痛苦，甚至变作敢那小拍鸡啊，要甲我打。因为对你来讲，只有安尼做，才会当保掉你最后一点仔尊严。你莫掠准你有偌了解我，你当初是安怎要救我，是安怎要照顾我？你莫掠准我唔知影，你就是要成就你林祖善良的迄个贵妇的形象。讲到底，我只是予你利用的工具尔。哎，当你即马是讲什么死人骨头啦？恁爸真正听袂落呢。哇，免介生气啦！你家己无使嘴软尔。宋美华，宋林芳，你是凭什么生气啊？美华敢有讲唔对？你真正无救啊！
跟你讲哦，加伤心，加可怜，拢收收起来，卖过瘾啦。反正你会当当作是新的人生开始，好好去思考未来要怎行。我也希望你会当干哦，人伫做天伫看，事事行行拢要讲计较，到最后你得到的也无一定会较济啊。那我先来去啊。等你一切拢处理好啊，照我讲的时间来报道。你若用心好好照顾阮妈，薪水方面我袂亏待你。我都常常想起来当初是咱离婚的代志啊。这拢过去遐尼啊久的代志啊，起码要讲这些创啥？就是因为哦，经过遐尼啊侪年啊，我才发现我一直拢无好好啊，真实甲你讲一声，多谢甲实的。真正有足侪，多谢，要甲你讲，啊，不过一直拢无讲出来。多谢过去你对我这么啊支持，多谢你替我生子倩这个查某囝，多谢你甲我斗相共，陪我照顾阮妈，又好阮妈，除了多谢。其实我欠你搁较侪实嘞，我知影过去发生遐尼啊侪代志，就亲像咧拼钉钉啊，就算最后甲钉啊拢扳掉，迄钉啊钢永远拢留踮喺壁顶。好佳哉，你即马有了当个陪你个身躯边，还看伊哦，遐尼啊。珍惜你，重视你，我是真心替你欢喜。希望你甲廖董的会当永远幸福，牵手一世人。有真侪时阵，代志经过啊，咱才会知影讲，咱失去什么。子倩，伊拢会当放下一切，有你一声爸爸，你嘛应该要原谅你家己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。咱日子不如意的时阵哦，咱拢会感觉时间真残忍啦。不过等代志经过了，咱回头去看，你会发现讲，上温柔，上公平。嘛是时间，时间会带走一切，时间嘛会当治疗一切。即马老夫人都已经精神啦，相信未来，你应该会愈来愈好诶。对，咱拢会愈来愈好。